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款是液压升降小货机，它有两种模式，有手动模式，有自动模式。手动模式呢，想上哪里停下哪里停；自动模式呢，飞上一到二楼可以按就可以。这是液压装置，就是有防坠落装置。下降呢，在没有烟的情况下，可以自动下放，不会空喷出人。大家一定要知道。刚听到声音就停，就停下来；该下降呢就下降，哎，一就下来了。再上一次，想停随意停，有自动模式、手动模式。打开，没什么，下降，非常的安全，没有噪音。